美国德州有 3D 列印业者透过 3D 列印打造出惟妙惟肖的人体器官，专门供医生开刀练习使用，能够提高手术的安全跟效率。未来如果能够普及使用的话，可为医疗界带来革命性的进展。Let's keep cutting here. 两位医生一身开刀装扮，小心翼翼切割器官，乍看还以为他们正在动刀，其实画面上这个肝脏是 3D 印出来的，专门给医生练习用的模拟器官。The biggest benefit of this 3D model is that we have a most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onor's anatomy.特殊材质 3D 列印出来的器官惟妙惟肖，完美复制真实器官的触感，还能模拟流血，可供一般手术前练习使用，也可为个别病例打造，提高医生执刀熟悉度。We take your CT or MRI, and from there we're able to create a digital replica. Here is the healthy kidney.Tissue that's surrounding the tumor. 这项技术是美国德州 3D 列印业者。听说许多医生会用甜椒跟香蕉来练习开刀得到的灵感。业者从肾脏、射护腺跟膀胱开始研发，在2021年获得美国食药局批准，如今又进一步研发出心脏、肺部、大脑的模型。By doing that, we can do a safer surgery.目前 3D 列印器官成本偏高，在医界还不普及，不过业者认为随着技术成熟，渴望大幅提高手术安全跟效率，为医疗界带来革命性的进展。邱凯文编译。